大家都领到三倍券和农游券了吗？有。怎么用最优惠买农产、玩农村、有渔港、吃海鲜，保证优惠多更多。今晚按了这回来呗 ，Let's go！ 耶！啊，阮所摆的物件呢，拢是家己生产的，三倍券可以用，比较现金。台湾农产品真好吃，大家拢会使来捧场啦。哎，你会给咱会使收三倍券未？可以啊，我第一张三倍券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现在你要给呢，祝你未来大赚钱。好，谢谢。咱农民拢放心。对对。三倍券来收开，啊，收了再去农会。我讲这北米，这个白米一个糙米，啊，这一包多少？一包200块而已。哎，多好呢！哎呦，谢谢你，谢谢诸位，欢迎大家。正正等小旅旅吃好米，过台湾。我买这个200块，好大一包，好大一包，再来一包。这个饱足感呢，加油，谢谢。你看，安尼青龙者东西，五件的，而且有验证合格的，来，谢谢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这个可以去换哦。好，谢谢。我想来买个这么热的天气，喝啤酒。来，我们的茉莉啤酒，我们500万份的农游券，每个人250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简讯告诉你，那你就可以下载成这样一刷就可以了。你看哈，我用我的款，你想整合买了哈，搁爱一个一组合买，一组合买就是伫你的电话内底哈，有一个简讯。庆祝刷农游券成功，茉莉啤酒三倍券当农游券，农林渔牧都可以用，支持台湾农业，振兴经济，这回来耶！